由金门县政府慈济基金会携手第一次在金门开轩国小举办慈济 PAGMO 金门县世杯环保防灾勇士 PK 赛，17号有16个学校48位选手参赛。这项是由慈济基金会推动的 PAGMO 环保防灾勇士 PK 赛已经在台湾办理第三年，而今年在慈济基金会和金门县政府携手合作之下，第一次移师到金门举办。经过 A 组 B 组竞赛，由古城国小的董金荣、陈博宇、时尚包办前三名，将代表参加台北举办的国际杯赛。事实上，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张执行长，带领这样的团队，把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带到金门来。刚刚看到我们的孩子们进场，他们是非常的谨慎，而且非常的开心。他们过了这个星光大道，带给他们的荣耀，我想只有走过星光大道的人才会知道。不过，也看到他们有一点紧张，因为今天是一个县级的比赛，我们要产出十位的代表，那所以感觉上，虽然老师教导得非常棒，那但是孩子们还是有些紧张。我一直在想，什么样的县市会造就这么样幸福的孩子？刚刚看到金门国小，在我们陈校长率领的这些带领之下，那孩子跳舞真是天真活泼可爱，就是在我们金门生长的环境才能这么的快乐，这么的健康。慈济基金会表示， PAGMO 是全球第一的线上游戏学习平台，玩的是孩子最本能最自然的活动，让孩子从游戏中自主探索寻找解决的方法，更能制造快乐的经验，带来丰富成就感，这也是主办 PAGMO 的宗旨跟方向。